大道至简，奇迹已恒。特别特别重啊，这个哇！用毕生的精力把每道菜做到极致。18米成功了，太帅了！美食是一种艺术，功在精神，在于传承。源远流长的美食传统，物尽其用的美食态度，精进不止的烹饪心法。这里是顺德，世界美食之都，粤菜之源。这里人人皆厨，高手如云，切磋琢磨，务求化普通为神奇，变寻常为独到。我可以试试吗？为什么挤不出来呀、啊？往大一点。再简单不过的水牛奶，如何可甜可咸，可荤可素，可液态可固体，玩出让人眼界大开的各色料理。这个时候我心情无比雀跃。怎么能让一尾再家常不过的鲮鱼脱胎换骨，改肠换肚，既有内涵又有卖相？熏的酿鲮鱼，尝味道。如何用一份了蒸鹅致敬儿时记忆、故土情结？大鹅与石螺同醉，又会微醺出怎样的陶醉美味？我们让它在里面翻腾，那个方上的物质就充分的让食材吸收。怎样用柚子皮驯服移民顺德已多年的鳗鱼，既合了味道，又吸引了眼球？我们的粤菜除了它有技术性的一部分，也有艺术性的一部分。我们吃东西要吃味道吗？这味道是很重要。五一佳节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广东顺德，领略世界美食之都的味之道。食在广东，厨出凤城，凤城就是顺德。这些年顺德的好吃大名可谓深入人心，单提起这两个字就有令人口水疯狂分泌的效果。顺德可谓人人皆厨，不仅会做还敢做，充满想象力，不走寻常路。创意料理、分子料理，其实都是顺德人已经玩过的手法，不信就看看接下来登场的这种食材，顺德人能玩出多少花样来。这是给他洗澡是吗，杨哥？是啊，只要他冲干净他就可以。所以说你看他冲了之后特别高兴，哎，很开心。徐宇阳的一天是从凌晨3点开始的，给牛淋浴、喂料、清洗容器，有条不紊，已经是他生活不变的节奏。如此披星戴月，只为获得香甜醇厚的水牛奶。凉凉的，为什么挤不出来呀、啊？往下一点，往下一点，往下一点。啊，出来了，找到感觉了。多个好棒子。啊，是不是？挤久了，这手会不会抽筋儿？会的，一般12个小时要挤一次。我们这边喝的牛奶包括吃的奶制品都是水牛的奶吗？水牛奶多，这种牛奶香很多，浓很多，一般顺德人只吃水牛奶。挤好的水牛奶要马上处理，低温杀菌，一一灌装，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保证新鲜与安全。早上的时间相当紧张，7点之前水牛奶必须全部送到商户手上。每天呢，杨哥家的新鲜水牛奶都会被运往顺德大大小小的甜品店，然后做成像我面前这样琳琅满目的甜品。我想没有女孩能够经受得住这么一大桌甜蜜的诱惑。这个呢，就是泰国椰皇奶冻。椰皇奶冻，嗯，哦，这三个呢都是椰子炖奶，还有这个是姜撞奶，还有这个是双皮奶加芋圆。这每一个里头都有水牛奶的成分，都有水牛奶。何一强。
这位心怀甜蜜的大块头，理工科出身，因为热爱美食，想把家乡的水牛奶推向全国，毅然决然开了一家甜品店。哪一个甜品是最受大家欢迎的？那当然是最出名的那个我们顺德的大良双皮奶啦。大良双皮奶，游客来到顺德都必点这个双皮奶。嗯，我一定要学会怎么做它。行，没问题，回家可以自己做。水牛奶烧开，依次倒入碗中，静置大约40分钟，等它凉下来。这个过程里，奶中的油脂成分会慢慢上浮，吸出凝成一层薄如蝉翼的奶皮。用我们这个竹签，这两边是个小洞，就这样直接。哦，你是把奶倒掉？我以为是把它皮儿挑起来的。那个皮就留在碗底。哦，我来试试哦。你从这边对角就可以了，其中一边倒出来就可以了。哦，可以了，这个皮可以了。打鸡蛋，只留蛋清。水牛奶是白色的，蛋黄是黄色的，做出来的双皮奶不好看，保留一点点鸡蛋的味道，不能盖过牛奶的味啊。好。水牛奶中加大量白砂糖，搅拌均匀化开，再倒入打好的蛋清搅拌混合，过滤得到丝滑的蛋奶混合液，盛入装有奶皮的小碗中。像我们刚才晾那个皮的步骤差不多，蒸到那个碗里面，开火蒸就可以了，就能吃了。大概是20分钟左右。对于会吃会做爱琢磨的顺德人来说，水牛奶可绝对不止双皮奶这一种做法。为了向我们展示顺德人是怎样穷尽水牛奶的诸种可能性的，何大哥带我们来到了一个菜市场。哦，这里有一样大的。哎，这里有。琵琶虾，哦呦，大化龙，像手臂哟，很生猛，像不像蜘蛛？哇，比我的脸还大。哎，你们家是卖XXXL号的海鲜是吧？最好的。哇，它在叫哎，你听到吗？听到。多少钱，老板？论斤的。论斤的啊，148。148一斤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挑的小青龙。今天我们摆的这些食材要做几道菜？三道。今天主要的食材都是水牛奶。水牛奶制作菜品？对。我估计很少有人吃过用奶做的菜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做吧。这第一道做什么？炸牛奶。炸牛奶，这太街边小吃了。这算是水牛奶的初级菜品是吗？也不算啊，你想想，你液体放在油里面，先把它从液体做成固体，然后再去炸。中间像变魔术似的，首先得把水牛奶变成固态。对，看你怎么变魔术吧。好。黄油融化，倒入水牛奶，加白糖和炼乳，煮到沸开，加淀粉水，边加边不停搅拌。然后就一边倒一边搅拌，直到它形成糊状。有点像拉丝的感觉就可以了。可是就它现在的这个状态，我觉得好像还不太像我之前吃到的那个炸牛奶呀。不是，因为现在还有一个步骤。什么步骤？放冰箱冷冻。冷冻后的水牛奶切成块状，柔韧有弹性，呈现卷豆腐一样的质感。裹蛋黄液、面包糠，入油锅，维持在100摄氏度左右油温慢炸。因为那个牛奶里面有糖分，如果太高的话呢，就很容易焦化。奶块炸至半漂浮状态，说明可以出锅了。金黄灿灿的，这个时候我心情无比雀跃。终于出锅了，你小心烫就可以了。好，小心烫。它成功了，感谢。下来我们就做个炒牛奶，炸完就炒。有我们的金瓜火腿，还有这个龙虾，这两个可都是狠角色。这两个一起要跟水牛奶搭配是吗？对，而且是配角。对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给它做成配角，然后水牛奶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。金瓜火腿先切片，再改丁。所以水牛奶入菜算是一个创新吗？还是不是，这个是顺德的传统菜，我从小就吃这个东西的。全国小朋友都是，妈妈明天我要喝牛奶。顺德的小朋友可能是说，妈妈我要吃炒牛奶。龙虾去壳取肉，再改刀切细丁。
然后接下来我们该处理猪圈、水牛奶。蛋清、盐、淀粉与水牛奶均匀混合，轻轻搅拌。它会让它变得像挂芡似的，是吧？是不是让它做成一个固态的一个？炒成固态。这是要加入清油。你这火候够吗？我怎么觉得好像没有翻起来呢？要慢慢的受热均匀。受热均匀，我看到有一些这个泡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这个时候就开始用锅铲开始搅和它，一直这样顺时针的转，是吗？你不能快一点吗？太快的话，它没有熟的话，它就不凝固。锅铲呢不能翻过来是吧？不能。哦。翻过来的话呢，它会散呐。这个炒法呢是在粤菜里面呢叫做原炒法。在粤菜里，爆炒讲究火气，软炒却考验耐心。软炒烹饪功夫里的太极流，小火加热，将蛋奶液一边凝固一边融入配菜，一边慢推成型，手法与火候绝对要温柔，才能呵护好如此娇嫩脆弱的食材。就是你这个用力要软，要柔啊，像这样子用手腕的力量转。水牛奶一定要软炒吗？对。顺德的炒牛奶便是软炒的大成之作。好，现在这个龙虾炒牛奶出锅了。第三道做什么？我们先做大梁牛乳，也是把水牛奶从液体变做成固体。大梁牛乳又称金榜牛乳饼，拥有上百年的历史。水牛奶、白醋、盐水混合凝固成型，用花纹精美的模具压成薄薄圆饼，地道干香，奶味十足，老少咸宜。第一步就先把水牛奶烧开，烧到80度，白醋也是80度。先舀点白醋1/3杯，舀点水牛奶，这个就1杯，然后就放在里面去。它凝固了，发生了一些化学反应。白醋中含有大量酸性物质，使得水牛奶中的蛋白质变性，形成絮状沉淀。倒在这个模具上面。然后呢？开始用手指这样往外捏。就把它轻轻地按一下，按满这个模具。撕下来。太然后就放到这个高浓度的盐水。泡一下它就会更硬。我来试试这个1/3杯，然后这个一满杯倒进去晃一下。那个牛乳呢，我们小时候就经常拌着饭或者是拌着白粥来吃。拌饭吃啊？对啊，直接来那一片，然后就放米饭里面搓碎，然后就把搅拌均匀就可以吃了。这种呢，因为它泡过盐水，就像有凉茶的功效，所以一般我们在顺德的小孩子上火的话呢，喝凉茶就太凉了，就这个拌饭或是白粥都可以。你是跟谁学的这个做牛乳？在我们顺德基本上一些老人家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都会做。顺着纹路。第一次做到这个样子已经很好了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千疮百孔的第一片牛乳。我第一片比你那个更难看。是吗？我们这个怎么吃？就直接拌到白米饭里吃是吗？接下来我就说到我们等会接下来那个菜了，来个牛乳蒸排骨。哇，我真的太期待了。依次加入蒜末、豆豉、蚝油、淀粉、清油，跟排骨搅拌均匀，腌制入味上色。已经调好味了。这个调过味的排骨哈，它从外形上，从味道上，我都很难把它跟这个牛乳联想到一起。这就可以开始搭配了吗？可以。调味好的排骨平铺在盘底，轻轻盖上牛乳片，水开上锅蒸15分钟左右即可。高温作用下，牛乳饼融化，像芝士片一般妥帖盖在排骨上，又有奶又有肉，让人欲罢不能。我先闻到了它的味道，觉得好香。感觉怎么样？牛乳是这个味道啊。它奶香就渗到排骨里面去。它是那种带着咸味的奶香。然后呢，刚好跟肉是绝搭。物尽其用，食尽其才，不设限，无成见，烹出若干种特立独行、令人眼界大开的好味道。
今天带你到这里来，郑重的介绍一种咱们岭南的食材。只有岭南才有吗？只有岭南，只有春天才有。从一间小糖水铺缔造出一个餐饮帝国，何建生在顺德是个家喻户晓的传奇。他不但历练商场，善于把握机遇，破局初心，还是一名如假包换的资深大厨。这种食材能够代表我们岭南的一种印象，就是你前面看到的高大的绽放的木棉花，树有英雄树的美誉。英雄树啊，是。那咱这么高得爬树啊。爬树一个选择，我们待在这里一会儿春风刮过的时候，它就哗哗哗啦的下来。啊，这个方法比较浪漫。哎哦，风来了，它就掉下来了。让我仿佛回到小时候，我那时候就妈妈就只要有木棉花的时候，就让我带上一个筐，跑步的时候拿一点回家。哦。然后他们就把它穿起来晒干，穿起来整年煲汤。哦，是。所以满满的回忆。木棉花鲫鱼汤绝对是一道顺德人都充满儿时记忆的妈妈美食。胡萝卜、陈皮、姜片、芸豆等等，搭配晒干的木棉花。跟鲫鱼一起煲上半小时，就是一锅清热祛湿的体贴汤。你以为这就是根普通的长竹竿吗？那你可就想简单了啊，这底下还有一个自行车筐呢，它不叫自行车筐，或者是垃圾桶的篓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嗯，这个叫什么呀？这个工具，我们叫罗耙。哦，罗耙啊，所以这个是来捞螺的，捞石螺。那这个竹竿这么长，说明那个池塘还挺深的哈。是的，关键是要找有泥的地方，是不是？这里正好了，甩得远一点哦，不需要太大力。哇，这个池塘不算深，轻轻的让它沉下去就挖就好了，不需要太大力，不用挖得太深。哇，有点重，但是我听声音就知道这底下应该是淤泥比较多。是，你看饭上好多泥，好多淤泥啊。哦，要这样冲一下是吧？是。哇，听到声音了没有？是石子儿还是螺？哦，有螺，有大大小小的各种不一样的。但是我发现因为你这个螺耙它是有眼儿的，是，所以说有一个小的就漏进去了哈，漏出去了，漏出去了，故意让它漏出去，只选大的，只选大的，小的让它再养。哇，这是一耙的收获就有这么多。这个是什么螺？我们叫石螺，个头少一点，但是它的肉质紧实，味道更好。这个叫花螺，因为有花纹，但是我们一般不吃花螺，它有点虎穴味。那就是我们今天主要是要的是石螺，石螺是吧？啊，就是这个光滑的小小的这种，现捞的石螺，现摘的木棉花，除了这两样特别有风土感觉的食材外，生哥说今天的主角却还并没有露面，他可是粤菜里的大明星。这是我们的农场。农场里边还种各种蔬菜，各种的蔬菜，还有我们的家禽，鹅，哎，是鹅是吧？不是一般的鹅，叫黑棕鹅。我们这里要选180天到200天的，足够的老，它的味道才好。我在那边，你在那边赶它，我们抓一个哈。它会啄我们吗？不会的。抓它翅膀还是抓它脖子？抓它翅膀。哦。也还可以哦，你哇，厉害，你厉害，抓这里比我厉害多了，抓到。这就是咱们的黑棕鹅，你看它鬃毛是黑色的，这里有一个肉球，这个肉球要够黑够大，证明它的年份就够了。这是纯黑色的，如果再年轻一点，它是褐色，咖啡色。哦，褐色，但这个就黑黑的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木棉花做搭配的了。这是我见过鹅里头颜值最高的。颜值最高的。是。好，我们拿回去。好，走。炒菜。木棉花、石螺、乌松鹅这三样料搭配，看起来就是满满的老广腔调。不过这么有想象力的食材，生哥到底要怎么烹饪呢？今天我们做两道菜，一个就是溜蒸鹅，
一个就是醉鹅，撩蒸鹅。所以这个撩是一种做法是吗？一个做法，一个烹饪的方法。这个是我们的主角啊，今天的那个鹅，黑中鹅，这个是自然放养的，纤维性非常好。做我们的撩蒸鹅，相对稍微肥一点点都可以，稍微肥一点，油脂厚一点。也不是最肥的。对，第一步是用的上颜色，首先要的是老抽。南乳，南乳，各地的菜系都用到复合的酱汁里面，喜欢用南乳。用复合的酱汁给鹅全身按摩，均匀上晒，保证它每一处都有漂亮的古铜色肤色。这样不仅成品好看，底味也醇厚悠长。上完色直接就开始撩了啊，是啊，因为这个是取颜色的一个过程，让它不粘锅。我们讲究的是猛锅。一只优秀的撩蒸鹅，它的颜色应该是什么样的？金黄金黄的，高温之下，鹅的那种腥味就去掉了。撩是一种食材预热方法，控制油温油量是关键。油太多，撩就成了炸；油太少，又容易焦糊。在生哥娴熟的操作下，大鹅渐渐颜色金黄，味道焦香，皮肤紧致。这就是要经过非常快速而且很准确的火候，然后包括调料的搭配才能做出来的颜色。第二步是什么？入味，用到的主要秘制的酱汁，十年的陈皮。十年陈皮啊，越陈越纯。粤菜陈皮出现是特别常见的，陈皮的香味跟鹅鸭的那种香味结合在一起，很独特，能够上得一张。这个菜我也是我跟我妈妈学的，我们从小到大味感也是妈妈帮我们培育出来的，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形成了一个符号留下的符号和记忆。每当有独特的大的节日我们都会做一个鹅。一家人团圆饭呢，这个鹅是我们的大菜，撩出一个好的撩蒸鹅，他们就很有满足感。老陈皮的醇香加持下，这锅酱汁将是大鹅形成丰富味道的关键。酱汁浇满，浸渍渗透，保鲜膜密封锁鲜，进烤箱蒸上20分钟。高温蒸汽会让大鹅肉质酥软，也将滋味深入送达肌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该处理木棉花，超级新鲜，这个花瓣是特别厚的那种感觉，特别厚实。咱们这边这个用木棉花入菜比较常见的是什么样的菜呢？煲汤和煲粥，特别是在五一前后啊，这边湿气比较重，都流行煲那个药膳粥。就用到干的木棉花，它每一个花都有独特的一种味道。木棉花整朵都可以食用，但生哥这里却只取花蕊，并小心翼翼摘去蕊头花药，清水洗净，入锅焯水去色，鲜艳的颜色在水中褪去，花蕊像一把把微收的小伞，迈出了它们从鲜花成为食材的第一步。下一步我们就要把那个花蕊放到锅里面，为了防止粘锅，用竹毯放在上面去，木棉花蕊先垫到底上去，让它这个充分吸收鹅汁的那种滋味。这个是焖锅吧？焖锅啊，所以说这一道菜啊，先是撩，又是蒸。最后是焖，这三个不同的烹饪手法其实是给这个鹅增添了不同的滋味。没错，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它的目的，最终就是让它入味，体现本来的那种浓郁的感觉。斩件要大小均匀，整齐漂亮，干脆利落，考验的是大厨的刀工刀法。斩好的鹅块一层层衣形铺好在花蕊垫子上，花蕊清香上升，大鹅油脂下渗，相互提携，共同进步。芹菜和蒜苗啊，都是增加它的风味。焖的过程中，鹅的味道进入了木棉花蕊，所以这个撩蒸鹅其实吃的不仅仅是鹅，而吃的是鹅的味道。说到味道，所谓的味道，分开味和道来去理解吧。首先，味是这道菜能够通过我们的五觉去感知的一种体验，这就是味。道是什么呢？一道菜的形成，它是由于各种的条件、各种的原因。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，而道就是故事背后给人的一种仪式感，一种体验。就中国人很讲究道，道其实是一种规律，这种规律是在背后指导着我们做好事情的，做好一道菜也是如此，是不是？好味道就是这么成就的。先撩后蒸再焖，
辗转功夫，细腻心思，一只桀骜大鹅就这样被乖乖料理成美味。鹅皮红褐发亮，油脂闪烁，微微颤动，鹅肉滋味饱满，肌理诱人。木棉花是幕后英雄，沉稳托底着这道菜的情感分量。笙哥手下果然有道天成。醉鹅是传统菜了，但今天我们就用了另外一种食材跟它搭配，希望能够擦出一个火花来啊！就我们爬的石螺，我们南方主要是焖跟炒，那今天就是石螺跟鹅搭配，而且是醉的做法，是不是？用醉的做法，我们叫石螺醉鹅。石螺把那尾巴给牵出来，方便那个汤汁均匀啊。石螺的鲜，俏皮灵动，处理起来却要花大量功夫。颗颗剪尾，方便吸也更入味。紫苏是石螺的好搭档，两种紫苏切丝，入锅与姜蒜爆香，下石螺爆炒，趁高温烹下白酒，以酒香去腥，激发鲜味，并带来烈焰视觉秀。这道菜还没吃，眼睛先满足了。今天的主角鹅，现在把它剁开，斩成块状。先斩鹅。大鹅快刀斩剑，清清楚楚。用蚝油、南乳、柱侯酱复合重料腌制鹅肉。像今天我们做的石螺跟鹅，发现你就特别注重搭配。我们的粤菜除了它有技术性的一个部分，也有艺术性的一个部分。火候啊，成色那个就是艺术性的一部分，是吧？很多人觉得中餐之所以博大精深，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完全统一。我觉得中餐必须标准化，是相对标准化，它就必须融入厨师的个性。我们才有千差万别的一个体验。因为这个地方能够包容很多东西，而且业务的宽容度很高。腌好的鹅块小火慢煎，油脂不断渗出，越积越多，油汪汪里全是大鹅特有的醇厚香味，每一块鹅肉都浸满膏鱼，令人愉悦。这个鹅煎好了，然后石螺炒好了，他们两个是不是可以相遇了？是时候了。是时候了。在相遇之前，我要搬出我们家的秘密武器。还有秘密武器吗？是我们家自己酿造的玉冰烧，就是这次醉鹅的灵魂。哇，这个好重啊！这是我们祖传的。这个是猪肥肉是吧？我们叫冰肉，用红米酿好的酒，脂肪跟那个酒精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，酒的味道就很独特，浓浓的酒香味，还有陈味哈。就是很香的那种。肥肉运进的红米玉冰烧，酒体醇厚，似脂如玉，绝对是岭南酒文化中最古早、奇特的一笔。只有这种酒才能托得起大鹅的润，石螺的鲜，激出浓到化不开的乡土情怀，在腾起的火焰中澎湃不已。果然是笙哥的深情之作。哇，很梦幻的啊！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火是在锅盖上能燃烧起来，等于360度的给它加热。为什么酒不能直接浇在鹅和螺上？我们让它在里面翻腾，那个方箱的物质就充分的让我们的食材吸收。如果切开了，方箱的物质就跑掉了。它现在在里面翻腾，把它那个香味逼到那个食物里面去，就是充分吸收酒的味道。揭开锅盖，酒香、肉香、螺香劈头盖脸冲出来，纵使神仙也要跳脚。鹅肉紧弹，挂满浓汁，石螺吐鲜，汤水淋漓，醇厚浓香，好似天作之合。好一道石螺醉鹅。各位兄弟，预祝你们工作顺利。干杯！笙哥的道一以贯之，驰骋商场是这一个，料理滋味也仍旧是这一个，这个道全凭他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体会与心得，诚心诚意对待食物，也对待人生。君安蒸猪，顺德古老的宗族文化催生出的一道体量惊人的大菜，各色香料腌制后尽特制巨型珍贵。开锅，钢针变渣，油脂泛动，冰水相击，
皮紧肉嫩。回锅再蒸，一通操作之下，一头猪尽显优美身姿，佐以芝麻，暗香浮动，静候品尝。这太豪横了，苏哥，可是如何下口呢？姐姐，从这里，从中间开刀啊？开刀啊，你来，来，你靠着中间一拉就到底了，哦，完全不怎么费力啊，啊对呀，捅进去了。一般我们吃珍珠啊，这一块肉呢啊，比较爽口啊，整口吃下去才有感觉。嗯，哎呦，掉了，太滑了。我对肥肉哈，其实是有点怵的，但这是我吃到过所有的最爽口的。今天哪桌点了？我给你当个送菜员吧。三号台，走着一份珍珠。李耀苏，人称大阪苏，君安珍珠传人，在顺德没人不知道李耀苏的蒸大珠。但是他还有一手烧小菜的细致功夫，今天他要露的正是这一手。苏哥，我觉得这个顺德不愧是美食之都。那你觉得对你来说哈，一个大厨的眼中，顺德哪个食材你觉得是最优秀的？顺德我们是双鸡鱼塘嘛，我们最多用的就是用鲮鱼，好像鲮鱼很多个做法。那今天我就跟您去，这个见识一下顺德的鲮鱼到底有多好吃。好嘞。桑基鱼塘，一种生态友好又高效高产的农渔副结合生产方式。对顺德人来说，桑基鱼塘就是家园乡土的象征，而这鱼塘中最常见的鲮鱼也自然而然成了一种最家常的味道记忆。我捞一下，你捞一下。这一条是什么鱼？鲮鱼。我看里边还有这个花鲢。胖头鱼。胖头鱼。哟，提不动了，好重。慢慢来。够了啊，好。够了就放了吧。放手了。活蹦乱跳的鲮鱼，它的头是标准的三角形，看到没有？这条是撞青了吗？这儿不是撞青，它原本就是这样的，两边都有这个蓝颜色的鳞，这个鲮鱼的特征。啊，果然对称分布的。对称的啊，这个是泰国鳞啊。能看出来这个鱼的鳞是那种宽的。它里边没有颜色的吧？啊，这个眼睛可能带点红的。那它们的肉质有什么不同？我们这种鱼呢，那个密度好一点，它是爽口一点。那我们今天要选用的就是顺德的土鳞鱼是吗？对。顺德人嘴刁爱鲜，最鲜莫过于水中鱼。作为顺德四大家鱼之一的鲮鱼，简直要被顺德人吃出花来。烧鲮鱼在顺德已是一片红海，李大哥想要搞出名堂有点困难。哇，简直就是把菜园子搬到了案板上，这么多种食材，有水果，有各种蔬菜，还有这个腊肉腊肠，各种调味品，还有鲮鱼。今天要做几道菜？就一道菜，就一道啊，酿鲮鱼。哦，酿鲮鱼，这我就能理解了。这些你像很常见的芹菜、番茄，还有这个青椒啊，这些我能够想象这个酿鲮鱼里边大概是一个什么口味，但是唯有这个甘蔗，我很难想象到怎么融合在一块儿。等一下我做的时候你就明白了。好，酿鲮鱼第一步，先把鱼剖开，先把那个鱼皮扒出来，原封不动的。哦，您这是在给他？我们要酿鲮鱼嘛，首先把那个骨头剔出来，把这个肉跟那个皮分开。啊，肉和皮分离。啊，靠边。哎呀，就开始呢。啊，今天有必要上来就放大招吗？剥这个鱼皮和鱼肉的分离，它怎么掌握这个手劲儿？大拇指均匀的力度去掰那个皮。嗯，这是一边的肉，皮都已经剥开了啊！你看非常完美，这个皮不破，关键是一点鱼肉都没沾上，皮和肉完全分离了。另一面也如法炮制，从腹部下刀切开跟鱼皮连着的鱼腩肉，双手大拇指均匀用力，鲮鱼皮肉相连的部分有一层油脂，只要耐心手稳，就能得到一张完美的鲮鱼皮。这个酿鲮鱼的皮儿是一根刺儿都不能有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总之这个酿鲮鱼啊，这个皮不破一定是要功夫的。对，斩断尾骨，从鱼尾处沿背鳍将整张皮撕下，一气呵成，
万万不能犹豫停顿。您在学这个撕鱼皮的时候，撕破了几条鱼？撕破了很多了，又慢慢学，你没办法了。整个鱼是这样的。嗯，哇，你看鲤鱼皮其实是薄薄的一层，现在还能透着光。然后接下来这个肉是怎么处理？这个肉我们就把它切出来，打成鱼条。鱼肉分两面，先平切一刀，离骨取肉，再切薄片。哦，切这么薄吗？对呀、啊。这就体现了这个顺德人做鱼是简直就是想方设法如何做得好一条鱼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就做鱼比较熟悉。切好的鱼片在双刀齐下反复快剁成泥，鱼肉中残留的小刺也被切碎剁细，不再影响口感。本来蒸煮物存下来那个呢是蒸煮，因为太单调啊，我就想学厨师，所以我书都没读完我就去学厨师了。父母放心吗？放心，因为那时候长得比较高大。苏哥，你做这么多年的这个厨师，你觉得什么是匠心？都是用心啊，做到老学到老，你用心做每一样东西，不停地去追求去创新，才够客人吸引。依次加糖、淀粉、香粉、香油、水、芡汁，提鲜、增稠、勾味，打入鱼泥，顺时针搅拌，水打起胶，到垂而不坠的效果才算到位。下一步呢？我那个调料啊，腊肉腊肠啊。哦，腊肉腊肠登场了。桑叶尖加糖，焯水去苦味，腊肉腊肠切片斩丁。香菇陈皮斩丁，混合切碎的香菜，全部拌入鲤鱼泥，搅拌均匀。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酿鲤鱼的馅儿吗？对，馅儿都做好了。做好了。你漏了几样吧？还有甘蔗。等一下，我们先把鲤鱼酿好。还没轮到甘蔗。没轮到它。嗯。大片桑叶、陈皮，连同泡过的乌龙茶叶，干锅入锅，炒干水分，烘出香味。现在进行最关键的酿这个步骤了啊！为什么要多抹一层这个生粉？它作用是什么？生粉呢有粘性，我们把鱼胶酿进去的时候呢，它容易跟它粘在一起，相当于是胶水。热油下锅，需小心翼翼，呵护好已经被换了内涵的鲤鱼的外形。一面金黄煎透定型，再换另一面，这道菜皮相至关重要。我们现在就做干净的架子。架子哦，听明白了。李大侠运刀如有风，潇洒劈开甘蔗，斩断，海量粗盐铺在锅底，摆上刚刚处理好的桑叶、陈皮和茶叶，甘蔗搭架子，稳稳当当。所以这个谜题终于揭晓了，甘蔗在这道菜里不是作为架子，所以它是熏着来的。粗盐导热带来均匀的高温，催化着桑叶清香、陈皮药香、甘蔗甜香，穿透鱼皮沁入鱼肉。30分钟到40分钟，然后揭开盖儿就能见到焕然一新的酿鲤鱼了。现在我们就静静等待这个创新菜出锅是什么口味。剩下的鱼骨李大哥也绝不浪费，斩块清洗沥干，裹蛋液淀粉，下锅油炸到酥脆金黄，烹以辣椒盐，绝对是道下酒好菜。这边酿鲤鱼也熏到合适，出锅，鲤鱼自带玉座和满腹内涵入盘，有气质。今天我跟苏哥一块做的这个酿鲤鱼其实有一点点不同的，我们一块尝一下有什么不一样。来，大家去。一道熏酿鲤鱼，不管是造型还是味道，都烹出了新意，做出了底气。不离本地，用上几乎是一整个菜园子的味道去衬托一条鲤鱼，是李大哥的立场。而不计麻烦，用上20余道工序去烹制这条鲤鱼，正是李大哥的匠心态度。以美食大名赫赫的顺德，有的不仅是对传统的恪守，有一样食材20世纪80年代才落地顺德，如今却俨然把这儿当做了家乡，这就是鳗鱼。今天波哥带我来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，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寻找顺德一个鼎鼎大名的食材。这是顺德很有名的鳗鱼啊，它到现在
它的孵化的种苗还不能经过人工的繁殖，每年的话运到顺德来，在顺德来这边来的鱼塘养殖，就成为我们顺德的一个很特有的水产品种。天刚亮，鱼塘里面围捞鳗鱼的大工程就已经开始。啊，看到鱼了，看到鱼了！这边，这是我见过所有收鱼里边比较安静的。现在是十几个人一块儿把这个网收到最小的范围。看，对折了，对折了，整个渔网就像被子一样这样折起来了，所有的鳗鱼都被折在里头。现在大家是要排着队去那边把鱼放到那个网里吗？是啊。一张大网外加一条水槽，就成了一个天然的流水作业平台。鳗鱼赶进来，工人们排成一排，眼疾手快，两指如飞筛选鳗鱼。为什么我抓不住呢？哦，你看是甩着这样子抓的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，一条。那个太小了。哦，得多长才可以？不是长的问题啊，那是重量。220克。这么厉害吗？一看就知道四两四够了。这条不够对吧？不够。这条大概有多重？200克。要达到220才达标，可以扔到这边，所以它就要通过这个滑板溜下去到那边。挑鱼的过程就是一条流水线作业，然后争取没有漏网之鱼。可见鳗鱼从诞生到走上餐桌，每个环节都不容小觑。在顺德，粤菜的精致更赋予了鳗鱼菜式更多的巧思，无论是遵循传统的濑布扇，还是极尽奢华的鳗鱼炒饭，都能让人垂涎不已。大厨叶志光几十年的从厨经验，尤其擅长食材间出其不意的碰撞，把握几条鳗鱼他相当有自信。今天他就带我们从菜场开始烹制一道别出心裁的鳗鱼菜品。我们这个菜很特别，很特别。对对对对，叫做又见鳗鱼。又见鳗鱼。对，总是见鳗鱼。我们是鳗鱼之乡吗？啊，当当当当，哇！又见鳗鱼，是他见鳗鱼。是啊。难道是柚子肉榨成汁儿给他煮？我是不是也挺有创意的？不对不对。不是吗？我们顺德人对每一样食材都不会浪费吗？物尽其用，正是大厨对食材最好的尊重。柚子皮里浓烈如精油的芳香物质，在叶大厨看来，正是给鳗鱼画龙点睛、翻出新意的神来一笔。柚香迷人，如沐春风。难道是要借着香味熏鳗鱼？柚子皮烧好了，像炭一样的感觉，烧焦了，这叫啊、嗯！但是你知道过程中一直闻到的是那种很伤味的柚子熏香的那种感觉，对对，是不是？是是是是，这种做法是传统的做法，是很传统的做法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就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在传统里边寻找一些灵感，加到现在的创新里。是是是是是，我能理解它跟陈皮的味道有点接近吗？有相通的地方，有相通的地方。不同，它可以马上做菜。陈皮要停放长时间才做菜。其实这个柚子皮对于当时的顺德人来说是唾手可得的陈皮，是啊，是吧？是是是，只需烧一下就好了啊。看来不仅是要柚子皮的香气，还要柚子皮的身体。取出黑色部分，清水浸泡柚皮，像拧毛巾一样淘洗几遍。你刚刚这种揉是为了让它的味道最大的散发出来啊，是把这苦味揉出来啊。我以为你那只是在洗呢，不是，那是把苦味揉出来。是是是，而且现在已泡了两天时间了。那这柚子皮怎么见鳗鱼？现在是第一步，还有第二步，用鱼汤来做。但鱼汤也很讲究，用我们顺德的四大家鱼的鲶鱼。为什么用鲶鱼？其他鱼不行吗？它鲶鱼的鱼味，同这个油纸皮是很配的，很配的。对对对。哦，所以说就必须得用鲶鱼汤。是是是是，做菜的灵魂，把食材能够发挥它最好的一面。
鳞鱼下锅煎至两面金黄，加滚水熬汤，这样可以让脂肪更好地溶解在汤中，鲜美尽出，并且炖出诱人的奶白色。汤汁浓稠啊，就牛奶一样的，像牛奶一样，没错啊。然后这个其实是柚子皮跟鳗鱼相间的环境，那是不是该请出鳗鱼了？不是，先做好这个油皮，把这个油皮通过鱼汤吸收鱼汤的鱼味。哦，现在还没有到轮到鳗鱼出场是吗？现在油煮。还没见鳗鱼，先做。对，先把柚子准备好。蚝油打底，盐糖混合的料汁下锅，和鱼汤一起不厌其烦地修饰转化柚子皮的风味，让它能以最好的状态和鳗鱼相见。这个鳗鱼处理最关键的是什么？你觉得鳞翼要去掉，去干净，去干净。鳗鱼裹好盐和生粉，浸热水，生粉吸附粘液，盐增加摩擦力，用刀轻轻一刮，难处理的粘液就轻松去除。鳗鱼也开始梳洗打扮，改刀切块，洗净腌制。这时柚子皮也已修炼到位，风味成熟。捞出冷静一下，用模具精心刻成心形，摆进托盘。好啦，盛满了一托盘的心形的柚子皮。鳗鱼出场了。鳗鱼出场了。两个相遇了。相遇了。哦，是铺在上面是吧？是。我还以为他们要在锅里头。哦，拥抱嘛。啊。男朋友见到女朋友拥抱嘛。啊，在托盘中拥抱。是这种相见。是两个食材一起拥抱，是融合一个很好的菜品出来。这个菜你刚刚说既传统又创新。是。它传统是否在于柚子皮的处理？是。创新呢？创新本来两个不认识的，现在让他们相见了，融合在一块，融合就变成了一个可好的菜。这样摆好了之后，是不是要蒸？要用火来烧，直接放到灶上用。对，焗嘛。哦，焗啊！焗就香味更加浓。焗锅中，鳗鱼与柚子皮热情相拥，互诉衷情。这一对儿虽然出人意料，却太懂得相互成全。志哥，你觉得为什么顺德被称为厨师之乡，能出那么多大厨？其实我们顺德不单是美食之都了，家电之乡，世界花卉之乡，花卉家具之乡，很早以前我们这地方很富裕，所以对吃方面很讲究，而且我们山鸡鱼塘又肥美，也是一代一代的人就走过来，所以我们顺德大厨这么多，火力催化下，鳗鱼和柚子皮完成最后的升华，高调出锅。真的是一次这个令人难忘的制作美味的过程。一直想问您，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大快活？快活人生是最重要的，工作要快活，生活要快活，做人要快活。好香哦，而且油脂特别丰富。你刚刚跟我说，如果我没有吃到柚子皮，这个不能算来过顺德。陶醉在自己做的味道中了，是吧？你尝过了，知道这个就没有说错的。这场鳗鱼创新秀，从撮合到和合，叶大厨凭一个"和"字稳赢。顺德有味，尊重本味，善于和味，敢于出味，珍重老味。顺德有道，勤勉恭敬，一丝不苟，不离乡土，不拘成规。顺德人在味道中认认真真过生活，又在味道里踏踏实实闯名气，更用味道宽宽坦坦犒劳自己与亲友。这
不就是未知道吗？